为我的折磨而颤抖，万物都将化为灰烬。我听说截教以封人榜作为条件，在背后支持他。开始，辅佐应郡新王，我们欲云集天下豪雄，功行天法。中军要武实属机密，怎让先人参与？交给你，我可不放心。杨戬先人果然是突破道。你当年修仙悟道，不就是为了在乱世中成就一番作为吗？你们这些陋子，没人能破坏我的计划。大英雄，你也杀不了我们的希望，永远都会失败的。大家各司其职，有机会毁掉通天门。